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早晨，我叫 Mentonia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0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已经做喺中东四年合约。你喺中东照顾有几多人啊？5个人。有生弟弟，2个仔，两一个女。两三个小朋友有几多岁啊？8岁、6岁、两3岁。你点样照顾小朋友啊？两个，仲要尽量陪佢食，陪佢食饭，两陪佢玩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好啊，我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就菜、小鸡、青鱼、冬瓜冻。好，唔该晒你，拜拜。唔该晒，拜拜，先生。